可以，你好，我可以吗？好，跑步一下吧。也不用跟我玩啊，跑过来这样子。正常的释放之下，飞得又高又好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春联风筝已经放飞起来了，相当的喜气。 放风筝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看到风筝飞起来，看到每一个放风筝的，不管正常也好，还是里长也好，脸上都露出孩子的笑容，好像回到童年一样的快乐哦。谢谢。好，现场现在呢，现场有很多的风筝正在放飞当中哦。有正常跟我们放飞的恭贺新奇来跟大家拜个早。 那么在活动当天呢，我们会有春联风筝，也就是提供空白的风筝，让民众自行绘画。那这次 DIY 的彩绘主题是春联。 大小是用来放飞。那现在陈嘉盛老师呢，现在正在放飞的这个大小的蝌蚪造型的软体风筝。活动当天呢，如果在我们穿着旗袍或是唐装迎接服饰到现场，就可以到大门博物馆纪念小风筝，数量有限，把玩为止。对，欢迎所有看到我们记者会的朋友呢，都可以先把我们这个唐装啊，或是我们的。 咱来当只继续来举办，啊，志宏嘛邀请吼，啊，恁咱所有的好朋友会当同个参与，啊，东港现场咱阁有即个 DIY 小朋友 DIY 的吼，啊，即个风筝的制作，还有放飞，哦，会当讲吼，啊，伊当然当吼做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，啊嘛欢迎大家会当来到鹿港，啊，大家共同啊来参与即个风筝节，再次也感谢大家，谢谢。 可以，你好，我可以吗？好，跑步一下吧。也不用跟我玩啊，跑步来这样。